送他们包包吧，就是不在工作的时候，他们出去就是跟别人见面啊、聊天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，也希望他们带着这个好看的包包，带着一份浪漫主义的气息。哦，音乐制作人这个吧，因为手包我们因为有很多 USB， 因为我自己也做音乐嘛，很多 USB 啊、硬盘什么的，就如果放在这里就不用背那个包走。导演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，他是可能是整个剧组我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，那他也需要御寒，他需要保暖。哦，就是在保暖的期间，他如果能够还可以注重到这种时尚感，哇，我想就只有 Valentino。 造型老师我会对他说几个字，去 Valentino 腰包吧。彭雷哥的眼光是很独到的，非常有自己的态度的。我觉得其实可以有空可以带彭雷过来挑一挑，对，每一位风格都不同，完了以后每一位穿衣的习惯什么样都不一样，希望他喜欢了。